听说我总是听着别人说不说。真的很谢谢映之哥，因为他真的是一个艺术家，然后觉得跟他合作是很开心的一件事。只是有时候他很，你知道，我完全猜不透他。今天的脚本其实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，他就是叫我干嘛我就干嘛这样子，而且我还是蛮能配合的，对吧？我们还是有照脚本来。有吗？你确定？他是看得起你，所以多加戏。我真的很喜欢映之哥的作品。不然我跟你说。因为刚刚我从后面拍，所以拍不到你的表情。可是感觉你低头那一刻还蛮心痛的。对啊，是心痛。有，都被甩了，怎么会不心痛？背影都有戏哦。真的哦。嗯，厉害哦。本身是戏精，没错。等下，对不起。没问题。我对错断了。好。听说这首歌，最怕也可以排对嘴。对啊，他想跟你排对嘴啊，很想要跟我去 KTV， 对不对？英文，好的，好，没有，不是真的。你的 Marshall 的音响给我。嗯。哎，Marshall音响在吗？对啊，就是。哎，你好像很聪明哦。我来说一些，工作人员的坏话。好。映之哥先讲，从映之哥开始讲，下次就没有你的通告。跟你讲。他一定很想讲我坏话，每次都不回电话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好，现在到六十了。是怕你觉得我还寂寞。听说，我听说，你说你的手已经有人握，会难过，也不说。是怕你还担心，还没人疼我。就是突然惊醒，因为我想要这一个画面，其实有一点点做梦。再往前塞一点。跟你们说，映之哥导的 MV 那首歌一定会中，一定会。会边拍这首吗？镜头，然后脚架上顶楼拍下来。你刚刚那个秒落泪的时候，大家都看到都觉得好惊讶。我觉得那是会有人跟人之间，如果用传递的，会有无限的想象。然后当另外第三个人告诉你说他怎么样，你就会觉得离他更远。就是原来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或者是原来只能靠这样的方式我才会知道。
下，不好意思。有流泪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因为我这么远看不到。又哭了，好厉害。这不是的，我不然他不是这一次可能就没办法。演技派。没有，我最后一次没哭。那是刚刚很有感觉，看得很有感觉。就是忍住这样。Action。就是那个库卡，我们会有一张我写一半，然后另外一个 Plans 写一半。嗯嗯嗯。这边。对。所以你有想要参加吗？有，我是你的 Plans。真的，所以你会订阅。你的 Plans 都很有质感。对。在听哦。文青嘛，对不对？好 ，OK。所以你会订阅我的那个蓝勾勾的直播吗？不会。好 ，OK。你可以不要上去乱留言吗？希望专辑大卖。你要不要帮我 support 一下？那个蓝又时的第三张新专辑在12月6号发行。专辑名称叫什么？放过你。谢谢一直哥。握手，我要一张。突然叫我震惊，我就很难。那我嘛，拜拜。说你最近过得不错，是我想太多，还以为你也懵懂，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。你那天离开之后，我什么事都没做，还想你好久，忘记是什么时候，好多话你都说错，其实你不爱我。听听我的心情，说说你的情绪，这是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之间的默契。听说你说我总是听着别人说，不说出口，是怕你觉得我还寂寞。听说你说你的手已经有人握，会难过也不说，是怕你还担心还没人。